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蒋亚文。今年咧好开心可以参加到香港书展，推出我嘅新书《图文不符》。其实呢一个书名都有佢嘅一个寓意嘅，图咧就系比喻我过往俾大家嘅一个形象、一个印象。咁文咧就系真正嘅蒋亚文，同埋呢一本书嘅文字嘅咁嘅意思。咁我自己都自问系一个唔系咁识得去表达自己嘅人啦，咁所以想藉住呢一本书，去將我過往叫做人生走完上半場嘅一啲成長記錄收錄喺入邊嘅，咁所以佢除咗有記錄咗我由幼稚園啦、小學啦、中學啦，然後出社會工作啦，跟住做咗 model 啦，加入演藝圈啦，做咗歌手，退出樂壇，然後去咗台灣生活、創業，到後來結婚，呢30幾年嚟一個幾完整嘅過程，我都有記錄咗喺入邊嘅。咁除咗文字之外咧，佢亦都有我嘅攝影作品收錄喺度嘅。咁我自己原本都係一個攝影發燒友啦，咁所以可以推出一本散文集，結合攝影集嘅作品，對我嚟講係一個完整度好高，我自己好滿意嘅一次成就咯。雖然未知道佢賣唔賣啦，咁但係對我嚟講，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好好嘅紀念品嚟噶啦。咁所以呢一本書喺而家呢一個，尤其是我80年代出世嘅，亦都更加可以體會到實體書店越嚟越少啦，然後中意睇書嘅年輕人亦都越嚟越少啦。喺呢一個書本界開始式微嘅一個年代，自己可以有幸推出一本，有關成長嘅著作，去紀念自己嘅呢一個人生，對我嚟講係一件好有意思嘅事嚟嘅。咁亦都希望呢一本書可以分享到大家書櫃上面嘅一個小小嘅空間，成為我同大家嘅收藏品啦。咁今年書展，我會親自返香港同大家去講解一下我寫呢本書嘅心路歷程嘅。希望大家到時候會多多支持啦，同埋不負。